谢谢连美娟。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讲评如何，有请子红老师为我们讲评。美娟老师好。美娟声音很好听，而且你唱歌很有弹性，我觉得很好，这个是天生的。你有学过唱歌吗？阿嬷教的。阿嬷教的 OK， 很有天分，很有天分，就是你唱歌天生的，你的弹性就把它表现得很好。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就是你尾音的抖音可以少一点点，好，可能听起来会更现代一点。美娟老师好。好哇，你真的是好歌喉哦，你的天生的这个音色我很喜欢，然后我觉得你虽然小小只，可是唱歌还蛮有能量的哈。然后这首歌的 Q 能多嘛，唱了真好哦哈。啊，但是哈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因为这条歌是你讲《梅花鹿极卵》嘛，就是有那种小女生暗恋，就是暗恋的那个心情，有点期待的心情。我干嘛柯林烈飙情雄哦，还没有做到那边，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小女生甜甜的那种期待啊，你的表情都比较严肃，那你表情严肃，你的声音就严肃，那甚至有一些拉长音低音的地方，听起来刚才老愧老愧啊，就没有，反而没有那个小女生，你自己是小女生啊，你要把那个表情做出来，把这首歌应该要有的那个意思唱出来，那这首歌一定就更加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